check. One, two, check.
中意聽歌嘅朋友都可以呢個時間過嚟揾下我哋啦，有好多精彩嘅面會送俾大家嘅。啱啱送俾大家呢一首咧係嚟自 Superman 啊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玩首國語歌啦，咁啊舊少少嘅嚟自方大同。
就跟住玩一首嚟自我哋香港女歌手咁啊，嚟自一個我中意嘅蔚蓝啦。咁啊，今日唱一首幾俏皮嘅一首歌，我幾中意。佢呢個 style 可能對大家嚟講比較新，即係比較特別少少，好少聽佢唱呢啲女嘅歌，所以就喺度送俾大家呢首《I Don't Know What To Do》。因為就一直都好中意翻唱佢嘅歌啦，所以今日都嗌
一首挺有意思的，他這首歌是送給他的 fans 的，好聽的一首叫做《沒有你我什麼都不是》。准备了很多广东歌或者中文歌，好少英文。
所以大家都可以聽多啲比較多啲途徑去接觸下廣東歌咁樣啦。係啦，咁跟住嚟嗰啲首咧，咁大家熟悉啲㗎啦，因為咧其實都好大家一個好主流嘅首歌啦。咁雖然佢好似消失咗一排，咁但我見佢咧準備繼續出佢嘅歌啦。咁佢就係方浩文咧，今日唱佢一首好經典嘅《分手總有再遇見》。差唔多變咗成年
嘅時間啦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呢度嘅 Live Music 嘅一路環節啦，咁我哋可以繼續可以分享多啲好歌俾大家。咁其實呢一首咧係近期少少嘅，嚟自大家都一定要識嘅女歌手，嚟自容祖兒嘅歌。
網上面話啊，呢排啲人好中意作啲歌俾爸爸媽媽嘅屋企人啦，或者咁而呢一首咧都應該係我覺得係覺得好好聽嘅一首歌，同埋一首好感動嘅歌。你知道廣仲咁啊，送俾佢天上嘅媽媽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歌詞，因為真係好感動，祝大家。